列车进站，渡及与歹徒搏斗，并制服歹徒。原警收到通报后，已火速赶到车站月台待命。埋伏于车门旁的原警，在歹徒想要逃跑继续行凶时，便围堵歹徒，迅速擒拿制服歹徒。演习下落伍，受伤旅客救护送医，及旅客引导疏散接驳。列车进站，列车长引导旅客逃生。列车进站后，没有受伤的旅客惊慌夺门而出，为避免旅客碰撞、踩踏而受伤，列车长迅速指引旅客往正确的方向逃生。担架送到安全地点。